这位是我们的周地律周教练。嗯，好。那这位呢是我们的助理教练。助理教练。韦俊杰。嗯。你们这个文艺学校营歌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我们是去年八月啊6月28日成立的。六月二十八日成立的，这个一年都不到，哎，要到下一个月才到一年时间，但是感觉你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了，所以可不可以把你们这个英歌馆的这些情况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这是我们今年儿童节的时候，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部请我们的英歌队文艺学校英歌队去表演。就是今年的儿童节是多少号？11月12号。对对。哦，所以你们刚刚成立大概半年的时候，你们就去了这个泰国国家的这个高等教育与科学创新部，对，去组织表演。对。这个布马，打布马，打布马现在谁会啊？周教练和他的两个人是师。所以这个魏俊杰什么时候学会打布马的？好像去年去中国的时候都还不怎么会。从中国回来后，他就很开始很努力学习打布马，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看了精彩的布马，就是由魏俊杰来表演的。这个是你们的，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是英歌。英歌队，文艺学校，旧网线文艺学校英歌队，这是泰语。我昨天不是看你们有那个大的旗帜了吗？对啊，有啊，但是因为这里面那个太矮了，它不能放不下是吧？这个是赴美青年英歌队送给你们的，是的，去年我们去访问的时候送给我们的。这下面这一张是他们俩那个队长和教练，他就前年过来的时候，两岁队过来的时候送给我们的，然后这个是去年我们去访问的时候送给我们的，然后这个是我们2024年5月1日在去曼谷的时候的这个海报是吧？对对对。海报中的有哪些队员是你们的？这个是我们的学生。哪一个？举手。来，哇，过来，这是你吗？浩天，你过来。这个是你吗？是。有见到那个赴美青年那个哥哥吗？有见到啊，这些下面好像还有两个队员是吧？你是不是有个看不见？过来，哪个是你呢？哪一个是你？鸡腿。是，旁边是谁？旁边是谁？小的那旁边的是谁？关胜呢？这是关胜是吗？谁在哪？你看你在哪？谁会？你啊，关胜。还有吗？还有谁过来？还有一个谁？还有谁过来？这个是赴美的。然后呢？他说来到这次赴美应该对来到，他就说想看到这个人。所以他就见到了，见到了，很兴奋，很高兴。这个。好像这个柜子都成立的基本上都是你们跟中国交往的交流活动中的一些赠送的纪念品是吧？是啊。我们从上面这一层来，这个呢是这英歌锤是上去年我们去访问的时候去上辽英歌队送给我们的。上辽英送的英歌锤。他还送了衣服呢，你看还有一盒衣服，还有打开看一看来。送给我们一套衣服呢。这是上辽英歌送的。上辽英歌的。还有这个还有裤子。这是上辽送你们的。对。这一叠这个。然后这个呢是赴美英歌队
这一次来访问的时候送我们的，嗯，这是普宁英歌，对，福建普宁英歌，嗯。然后这个呢是去年去访问的时候，老峰，老玉峰班应该都送给我们，老玉峰班，嗯，送给你们的，嗯。还有这个呢，这个也是去年访问的，对，是乐库英歌队，哦，乐库英歌队送的，嗯。然后这个是南山，南山哦，这是南山送的，小心，嗯。哎呦，这个要小心一点了。这个，然后这个锤是富美应该对，普宁富美应该对，普宁富美应该对，嗯。然后里边红色的锤，这个是，嗯，后溪应该对送我们的，朝阳后溪应该对，嗯，送了两个，送了两对。里边还有一堆锤是，这不是中国的啊，这是泰国乌龙府，啊，泰国乌龙府送的，啊，这个是普宁英歌送给我们的，普宁英歌，对，嗯，这个是尼哥，哦，你们去牛尼哥的时候，他们送你们，送你们的啊，都把它陈列的好好的，啊。这个呢是富美青年英歌队，哦，这次来送的是吧？啊，是我们看看里面是图片，哇，很漂亮，漂亮呢，啊，嗯，很漂亮呢，啊，嗯，都很漂亮，你看很清楚。还有我们去年去访问的时候，嗯，的图片。很激动呢，啊，是那个张文医生帮我们拍的，哦，拍得很清楚，很漂亮，嗯，非常感谢，嗯。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鞋子。哦，这个鞋子呢是你去年去访问富美英歌，嗯，的时候送给我们的英歌鞋呢，一盒英歌鞋，嗯，啊，对。这个鞋你们是准备一直陈列着没有机会穿吗？啊，有机会啊，以后我们舍不得穿，我们学校会有成人英歌，嗯，因为校友毕业去了，但是还是要，嗯，还是要回来帮我们啊，在我们的英歌队里，嗯，这个是这个是在哪里表演的时候场景啊？这个是在我们本地救网线为了振兴经济的时候，嗯，就去跳了。哦，这个是去年去访问啊富美英歌队的时候，嗯，这个是我们的教练呀，富美英歌队教练的韦俊李俊浩，嗯，李俊浩教练。然后这个剪纸是哪里送的？这个剪纸？汕头市啊，归国华侨联合会送的，嗯。这个呢也是汕头文化艺术馆学校送的啊，嗯，看到这些就可以想起你们去年。这个到中国访问的时候的一些情景啊。